中。各位伟大的桃园乡亲，伟大的台湾人民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七年多来过着艰苦的日子，但是咱无放弃，因为咱知影，即个天光啊点着，有；即个天光啊点着，有。咱来坚定咱的意志。今夜是咱桃园侯友宜甲个立法委员竞选总部的开始，所以有恁热情的收听，相信你甲我手牵手，心连心，最后争取着胜利，好不好？好。代表着鼓舞士气、引领作战的方向，今天开始，侯友宜已经在桃园民情战谷，我们所有六位的立委候选人，还有所有的乡亲，我们要团结一心，赢得胜利。人讲歌声惊天，士气万千，山较高，都有人开路；海较深，都有人在过渡。少年人，就是国家的希望。如果咱无予少年人毋忘，这个国家永远就无希望。所以看到民进党执政七年外，欠啥因赚啥，欠快筛赚快筛，欠疫苗伊赚疫苗，欠口罩伊赚口罩，欠电甲咱讲绿能发电，结果因咧绿能发财，欠鸡卵伊赚鸡卵，欠猪肉伊咧赚啥物？赚钱啊！无所不至赚。所以国民党推出一个优秀的少年家，要来甲打破黑箱，好唔好？好。用你的破声，咱来欢迎刘怡婷。第一选区，桃园大块溪龟山芦竹，终结政治诈骗，生活品质优先，刘雪婷。各位桃园亲爱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这七年你过得好吗？不好。这七年民进党执政，夹党夹地夹台湾，贪污腐化骗人民，政治诈骗横行，皇亲国戚发大财，深斗小民苦哈哈，中华民国的国家的纲常伦理不见了，黑机关林立，标案疑云重重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论文抄袭，他可以蒙混过关，行政中立当成耳边风，永远不在，这些家伙连性骚扰都能吃案。请问各位乡亲，这样子的一个治国无方的民进党，我们把它下架好不好？好。这七年，我们的房价飙涨，油价上涨，电价上涨，还附带分区轮流跳电，物价更是涨个没完。我们的国家不再安全，台海兵凶战危，我们的社会不再安全，诈骗横行，治安亮起红灯，连大家要好好吃一顿饭，鸡蛋、猪肉，到处是问题。这表示民进党执政这八年，公平正义都是屁，只有谎言，只有诈骗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站在这里，诚心的跟各位恳托，2024年1月13号，我们要诉求政党轮替，我们要让战警出身的侯友宜为中华民国找回公平正义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要让年轻的邱若骅、涂全吉和刘许廷进军国会，把这些弊案查清楚，好不好？好。
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去年大家也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协助张善政市长打了一场漂亮的选战，但是我要跟各位乡亲报告，张善政市长他是辛苦的，曾文灿市长八年执政留下一堆烂摊子，运动中心天花板掉下来，停车场崩塌，社会住宅会漏水，连行政大楼地基不稳都会往上浮。曾文灿把所有可以花的钱花光光，留下一屁股1450亿的负债。咱们张善政市长现在叫做前有烂摊，后有负债，他是辛苦的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今天要站在这边，要请大家全力的来协助。我们要让立法院国民党提名的6席立法委员通通当选，我们要进到中央，配合未来的侯友宜总统，把桃园的建设经费通通讨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各位乡亲，小牛跟大家一样，我们都是国民党人，国民国民，民之所欲，藏在我心。我们会和所有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全台团结，一致奋战。请你把心中的焦虑放下，请你放心的把你的这一张选票交给我们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，让我们一起为中华民国找回公平正义，让我们一起为台湾的人民找回幸福的未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是牛启廷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牛启廷。嘉伟七三，嘉伟十三，用你温暖的双手来甲小牛做伴，咱袂使让伊孤单，甲送入国会，好唔好？好。谢谢小牛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